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今天要跟你玩鞭，真手一出来玩就要有一技之长，这样子他才逃不出你的手掌。那学起来，我恐高分你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吧。如果你有看过 Fifty Shades of Grey， 你就懂今天的影片很重口味。没错，主角就是 Miss 铁链，从柚子到柱子 SMLXL 都可以在你家附近的五金店或代售可以找得到吧。为什么是 Miss 铁链？因为等下有和 Mr. 铁环交配的剧情，所以我不想这个变成男男剧吧。那这条代售的链呢，就好像你的爱情，你总会遇到一两个扑街让你很 seven 的伤心。那这种心痛呢，会一直吊着吊着吊到你老眉啊，我是讲吊到你又老又发霉，所以你要果断的把它拔掉，那这样你才可以早日遇到更好的吧。这时候你遇到一个 Mr. 铁环，你跟他交配一下感觉好像不错吧，所以你决定有杀错不放过啊，不是，我是想把握机会，所以你用一条链把它绑着。那至于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了，因为它有点紧，就拿一个东西把它撑开来，但是记得要温柔一点，不然就会伤到自己就不好了吧。虽然我听起来像干话这样，但是其实我也认真在教学的吧。不哟，这个不是传说中的古惑仔缠头兰 starter pack。 那你还记得那两条破盖吗？那破盖也不是没有用的啊，至少可以拿来屌啊，不，我是想拿来吊啊，吊醒自己。为什么这样傻还没有戴眼镜人？那要吊呢，就要吊一个复古的眼镜。那提醒自己老大不小了，为什么还那么傻还笑掉人家老花眼镜吧？所以你发誓下一个你一定要做主人，牵着他走，不让他 DDLY。那你要懂，人呢就吃硬不吃软啊，不是，吃软不吃硬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，送他一条项链，哄他上床啊，不是上船。就这样把他锁着了吧。那但是这样是不够的。A wise man once said， 要绑这个人就要绑着他的胃。没错，绑着他的胃你就赢了的吧。如果觉得这个不够给白，你还可以用 GD 最喜欢的那个文件夹然后夹着吧，方便你拖他走之外也可以宣导主权吧。那但是那个 wise man 也说过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，那爱情就是要你让我，我让你，不然的话你养宠物会更好的吧。所以爱情讲的是什么？平等。所以你要人家甘愿被你绑，你自己也要甘愿被绑嘛，是不是？这样子才可以你侬我侬，永不分离吧。那结论是，爱情和飞仙是一样的，勉强没有幸福。那就好像这一条小学用来绑钱包的链，过去十年都是拉拉的 starter bag。那今天虽然被欧巴带货成功，那但是呢，不会因为它很红，你穿了就很好看的吧？所谓撑得起就权志龙，撑不起就大耳龙吧。所以当你有这么 DDLY 的东西吊着呢，走路呢就最好好好的走，不要在这大脚走路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分享两次看个八次，看你爱上我为止吧。也要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我的 insta， 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把小铃铛打开吧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Let it go, ooh, let it go.